开场勾手三周连接偷录两周很果断。勾手三周，loop 两周，偷 loop 三周连接，偷 loop 两周连接 ，loop 两周。第三条速度稍微有点小，落冰没滑出去。跳进入的联合旋转，编排接续步。Axel 两周，后内结环三周连接 Axel 一周的连续跳。偷 loop 三周，进入接续步，来自北京浩泰冰上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王喜姿，也是非常完整的一套发挥。小选手们很厉害的是这个双线作战，比了两个年龄组别的比赛，到今天比赛日到最后一天还能量满满的完成。